看这一题，这一题他说哈，有温度各为 T1 跟 T2 的同种单原子理想气体，所以它的那个M 的话就一样，哦，这质量是一样的。好，那么它的分子的方根均速率哈，一个是 V， 一个是 V2。经从此两温度的气体哈，各取出 N1 mol、N2 mol， 然后混合。那么当温度达平衡时哈，它的分子哈方均跟速率为何？好，我们先来看哈，它的总能量多少？是等于2/3，然后这个K 或者是说2/3 kT 呀，啊，或者是等于 N 一哈，啊，乘以 M 零，N 零啊 ，N 零是氧活胶的常数 ，N 零。哦，这个是总粒子数了，哦 ，n， 它，啊，乘以1/2多少呢 ？m，v 一平方，哦，这个每一个分子它平均动能嘛，有这么多个呢分子，好，它，啊，加多少哦？加上呢 n 二，啊，氧化胶结常数，就一摩的个数了，哦，啊，这 n 二摩嘛，所以这是总粒子数，乘以1/m。V2 的平方，这会等于多少呢？会等于哈，最后呢，总粒子数是 N1 加上 N2 mol， 再乘以氧化胶的常数，再乘以呢一个分子的平均动能1/m， 然后 V 平方，这是温度平衡以后的方均跟速率。啊，那这样的话1/m 可以消掉。然后 N0 的话也可以消掉，那所以我就晓得哈 ，V 平方等于多少？等于 N1 加上 N2 分之 N1 V 平方加上 N2 V2 平方。好，那我给它开根号，这样就是答案了。所以答案的话哈，应该要选1。